阿明说单车他骑得快，载了小妹坐在了前排，后面又换能赚20块，可是三轮都买不来。做了梦发了财，路上捡到了几百块，买了三轮买了菜，主角一人吃2块，让他下午就醒来，一碗稀饭不敢再下地。但我爱过来做你啊，还弄到就成我。但我来个出来报仇了，报仇，还跟你个出来，报掉来走。